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 rap talk， 你未必听得到到，不过睇咗学得到到到。无论你系星之万魔定系 rap， 听完肯定开心过人跳完张台之舞。全港 rap talk 王大赛，有心睇就唔好行开。第二位有请陈之薇。
度，你嘅强项，你嘅球拍，你嘅唇膏，人喺我度，记得我吗？有挂住我吗？有请第四号吴少忠。嗨，你最近好嘛？真系好嘛 ？Having always 又冇慢慢，但必例数。仲系咪中意落笔迪尼路？你嘅皮鞋，你嘅拖鞋，你嘅唇膏，记得我嘛？有挂住我嘛？耶！五号嘅朋友系李丽娟。嗨，你最近好嘛？真系好嘛 ？Everything always 仲系咁。佢睇滅藝術，仲係咁中意落個迪尼路。你嘅皮鞋，你嘅床拍，你嘅唇膏，仍然喺我度。你記得我嘛？又掛住我嘛？第六位有請陳建全。嗨，你最近好嘛？身體好嘛 ？Everything all right？仲系咪中意喺我哋喺呢度？仲系咪真系无论俾你做？你嘅皮鞋、你嘅头跑、你嘅唇膏，仍然喺我度。你记得我吗？有挂住我吗？哇！陈奕之啊，系咁啊，几位朋友咧喺第一个回合咧，咁啊呢个叫做指定歌曲咧。影子冇去考佢哋唔到啊，个个都好 fit 好 rap 啊！唔系考佢哋唔到，只系咧做一个热身嘅第一个回合，即系我都而家好热啦吓。其实咧最重要嘅关头就系第二个回合同埋第三个回合嘅。讲到热咧，系跟住有个好热门嘅朋友，亦都系本身出到嚟都好热嘅，就系、是、国际嘅天王巨星，喺啲 rap talk 里边咧系表表姐嚟噶喎。冇错啦，呢个人咧，哇犀利啦！为咗隆重今晚我哋嘅 rap talk 王大赛啊，我哋特登请咗佢嚟破天荒嘅表演，佢就系力道。力道，我都咁好。力道，阿琴日成班人嘅嚟咧，我按十分啦，有冇？你叻哥先，等我讲埋先。不过呢，佢啲我 ask 咗个，我落军嘅啦，咁咧就插落落。个落，你个落咩啊？我练咗好耐，练咗好耐，系欢迎阿力道先生。呢个非洲话嚟嘅。你哋唔使讲，我呢个非洲话，我嚟咗香港几日，而家学识咗广东话，仲学识埋 rap talk 添啊！咁样讲嘅话，俾大家听啦，马上表演啦，有请。表演。好嘅，好嘅。攞住个，系攞住个，好落住，好啊！喂！哇！我系力都嘅人知道，住喺非洲啊，住嗰度，平时好少有人去到，有人大不了突然杀到，吓到大象，大象都要走路。佢哋成績如何呢？就第二個回合表現之後呢，大家會睇得更多㗎啦。廣告翻嚟見啦。